晴天的亲民价究竟有几亲民呢？九龙新界好少有港岛新楼卖俾你。晴天位于香港仔旧大街80号，是英皇的单栋重建项目，地契年期是999年期，即是免地租。整个屋苑得110户，全部都是细户人家。22楼就是Cup House， 一层两梯六火，预计的关键日期是2025年3月31日，大概17个月的楼花期。如果位置就在这里啦，属于香港仔呢边，咁嗰边就黄竹坑，黄竹坑有夹巴士可以去到呢度。呢间就一房287尺，长形嘅厅，玻璃又算细。全房是一字形嘅，配置 OK。主人房有两扇大窗，浴室就几方正，不过淋浴的位置就真系妥细。一个露台、奶机，400尺的两房。哇，个厅纯阔，以400尺嚟讲。又有一个好大的露台，整体看上去就真的挺大。厨房就偏小，一个 L 型的橱柜，工作台面真的很小很小很小，基本上摆个锅没晒位了。这边就有一个下次淋浴，这个浴室比房的示范单位的浴室好。房主人房，上个示范单位就睇完，我哋讲翻个价钱，佢嘅尺价相当之抵，讲紧15000几。如果对比翻二手嘅市场，最近佢嘅最有得比较嘅就登峰南航嗰边嘅细位嘅价钱，卖紧大概18000去到22000，相当于晴天系打咗大概你8折到7折之间。如果租嘅话，大概可以租40蚊尺租啦，相对嚟讲都 OK 嘅。老实讲，睇完佢嘅两房，我觉得真系好好用，好难得。今日嘅时间就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